所以这个就是这套叫逻辑编程机器的，然后主要就是透过这种指卡指令式的方式来让机器人学习编程。那像现在我们给它指令，就是从开始前进三步，它的程式已经写进去了，它现在在移动了，然后后来再后退三步，最后它会跟你说一个 hi 这样子，它的程式就是这么简单而已。它怎么输进去？是用让它读，我们还可以让它再读一次。它怎么读？等一下让他读一次就知道。他用什么原理读啊？他用什么原理读的？是用那马？用他的光学辨识的肚脐。肚脐。对，这是他的肚脐。所以他上面有些。对，我们把它放着就好了，然后这样按下去，他就开始读了。哦。对，它是光学辨识的，这个每张纸卡上面都有一些特殊的符号。OK。当然这个是机器才看得到，人眼看不太到的。对，然后放上来之后，他就可以照我们的指令去做了。了解。对，等一下会有实际的一个课程，这样子让小朋友去做体验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